赏，不要以为八点档只会演戏，也会猜歌。我们是命理界的两大台柱，南北纵贯线，夜店 DJ 双辣，爱无声有麻老歌。望远方的山坡，别错过转弯的路口。高音怎么上去？用丹田，丹田。丹田在哪里？丹田在这里，三根手指头，所以手指这个地方是这肚脐眼，横的啦，横的啦，没有，直的你就是 Michael 喽，哎，高音上去了。就知道开始要录影了，是哦。今天是呢各个领域的猜歌专场，有的人会唱歌，有的人会当欢喜，有的人呢会当跨星座，有的人跨命理，不过这都不重要，重点是你要会猜歌，不然你还是不录音啊。观众朋友也可以在进广告前扫描 QR code 一起来答题抢奖金，厉害了！一起来欢迎今天六组的参赛者。哎，第一组，哎呦，安德鲁八点档颜值担当，两位自我介绍的千文啊。大家好，我们是八点档颜值担当陈千文。互相介绍，是嘴软的吗？好，我都年纪这么大，我是大女人哦。对，不错。而且我告诉你，不要以为八点档只会演戏，我们也会猜歌，也会猜歌，我们也会唱。要确定哦，歌也听很多。有确定？我告诉你，我们有一个很会唱。很简单，因为人家讲啊，十年戏九年等啊，没错啊，演了十年戏就等了九年，九年要等。他等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干嘛呢？至少听唱卡拉轰天雷，卡拉轰天雷。他到底有没有货？卡拉轰天雷，在这有还好，还好，对啊，都订不到哎，因为台湾七万组已经又卖光了。Rich Man， 好厉害呀！叫谁 ？Rich Man， 还得用这个介绍当中自我自入。对，欢迎第二组部落好声音，加油！我们是百代组。声音，他是罗美玲，他是明雄。对，我永远都觉得他们两个有夫妻脸。哎，对，好像。我们曾经拍过很多很多的戏。不要再说了。但是你老公真的帅多了，而且很帅。他以前有一个角色，就是他演我的姐姐。哎呦，你演姐姐，这个我到入棺材他都会讲。对对对，第二部戏是我演他的爸爸。哦啊啊！好，认举哦，你们真的啊！我跟你讲哈，今天来大家一视同仁，好不好？好啊！今天的冠军，我额外送一组卡拉轰。哎呀，去了！毛起来，毛起来，杀！第一组卖到第二组，我要每一组都要预告吗？对啊，对，看你了，看你可以预告到哪一组。好，接着下来不得了啦！我们的北妖娇啊，不，北强强，南妖娇，南妖娇，是这个是陈霸南北纵贯线夜店 DJ 双辣。我跟你讲，你这裤子真的要这样穿吗？哎呦，哎呦，哦，拜托，哎，妖娇，哎，妖娇，你请假，你请假，强强，强强不能输啊，强强，我跟你讲，什么都可以，强强就不想输了。了解，哇，哎，这两个，哎，这两个堪称是黑白无常，黑白无常，要五毛给一块，哎，要抓人了，我们没有讲好，我们没有讲好，哎。
我们这个黑板。为什么宪哥特别疼爱他们两个？哎，为什么？他们最有艺人的特质。哎呦，对不对？永远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没有一次看他邋遢的。哎，对不对？私底下也是，姚娇也是一样啊，对不对？两个很棒。真的，虽然说跳了是很久会喘，对不对？最近心情真的很差呀，卡拉空天冷那么久的 IG， 哦，第三组来了，封锁了，是吗？你被封锁，被封锁，怎么现在才被封锁？应该早就要被封锁了。对，是出点悲伤情歌，或许我们应该可以拿。对，对，因为我心路历程是这样子。千万是六组，反正大家公平竞争呐，哈。OK， 哎，我跟你讲哈，一组如果你们赢的话，两个人通通各拿一组。只有他们这样而已。只有他们哦，每一组都有，每一组都一样。我们送两组了，送两组了哈。今天的冠军了哈。来，选秀之星来介绍一下，预备，开始。大家好，我们是有壳动物，我是刘学福，我是葛翔，哎，对对对，哦，因为他在我们这里是乌龟，然后我是瓜牛，哦，对，然后我们也刚好发了一首新歌合唱的，叫做《有壳动物》，刚好叫有壳动物，就叫有壳动物，是的，好 ，OK， 没什么好聊了。来，葛翔有出单曲，有出一批，介绍一下你新新唱片啊，是出新一批了，来送给啊，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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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人来就好，来了来了。不要怕啦，拿出来两颗枪就好了，秀一下秀一下，给宪哥带壳的花生就好了，谢谢谢谢，恭喜恭喜，感谢宪哥一直以来的照顾，好好好好好，对，请多指教，没事了，我一下我一下，新人有四首歌，有四首歌，慢慢的多多支持，让大家慢慢的接受他，迷城漫游，但是听他们唱现场，我觉得哎，歌唱的非常很厉害啊，加油，好不好？OK， 好，两大台柱，预备开始。大家好，我们是命理界的两大台柱。我们都叫人家都称我们是命理界的张氏兄弟。是，为什么呢？他是张维忠 ，A.K.A. 东洋国师，哦，极致歌王小张帝。哎，讲真的，你们是有准备有艺人特质，对不对？真的，我们也不会输你们，我告诉你，真的吗？什么？来，干嘛呀？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rock 有刺青，有刺青，不用那么满吧。上次跟小优来拜北，这次请了佣兵来哦，厉害哦。他在学生时代哦当过主唱哦，而且还会 keep 哦，还跟他是同期在啊，真的 pop 表演过的，好久以前的，十几年前的，天哪，六年前的，今天直接可以晋升了，我告诉你，太厉害了，好好加油，好不好？我是安格斯，有人叫我占星王子，那但是呢 ，A K A 小章鱼。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老纸。不要把场面搞冷，好不好？有人 Q 吗？可以了 ，OK。这两位命理，我已经把场子干热。命理界两大台柱已经放弃治疗了。我们就是谁的命？我们就这就是人生，是不是吗？谁的命？接受他吧，啊！好，欢迎两位，欢迎。啊，阿拉斯还有阿密斯。两位，大家好，我们是诗诗有两种，一种是我这种阿米，诗，一种是我这种阿拉斯，哦，阿拉，哦，是什么啦？什么啦？什么节奏？这是我节奏，自己做节奏。这个原住民的话，阿拉斯阿米斯是什么意思啊？哎，阿米斯是看阿美族的啦，阿拉斯，可是阿拉斯有名，还以为从谁一个家的阿拉斯家？有，我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拿刀的人的意思。哎呦。所以今天我一定要赢，刀刀见骨。我想起来，我的原住民名字也是吉瓦斯，啊，吉瓦斯，吉瓦斯，吉娃娃，吉娃娃，吉瓦斯，吉瓦斯，但我吉瓦斯那么漂亮的，对，但是那个阿拉斯的哥哥在艺能界大家就比较很有名，很有名，对，他哥哥认识吗？啊，是许杰辉嘛？辉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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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好，现在马上开我们写板题第一道题目，请出题。Go！ 哎呦，很紧张。画面越来越灿烂。好。引擎快点热起来。好。爱在每一天展开。阿拉斯会吧？这么红。热情没空停下来。好想要听，去听演唱会哦。对呀。感觉真要冲上来。哇 ，ASMR。你看看我多自在。这么简单的歌。双眼盯牢着现在。心情像海 ，always bright。亮出答案，一二三，什么？我要飞 music。
有摩拉雷是没错了，但是歌名歌名我要飞，现在还有一个游泳包，国际版本。你那什么鬼啊？这个我要飞，哦，好，给他们自己判断，好不好？好，下面一道题目，请出题 ，Go。哭到眼泪都干了，哭到海滩只剩下沙。有没有感觉？哎，都给他们嗨歌哎。剩下你听我说话，一直到天黑夜不回家。混蛋这边怎么都空白呢？厉害哦，师姐看有，有写有机会了。阿拉萨米斯，来双交，来来，有啦，写好了，一二三，写出来。Oh my god! Oh my god! 哎呦，哎呦 ，Oh my god! 哎，你们很强，正确解答。Oh my god! 有写有机会，一起来演唱，拿起你的麦克风 ，Go！ Oh my god！ 这是一定要的啦。喝到挂，唱到哑，笑到流泪哭到趴。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啦！我随时 OK 就等你电话。Oh my god, Oh my god, 开歌了，好，下面一道题目，请出题 ，Go。栀子花，白花瓣。经典唱，这个也是国歌级的啦，奶茶奶茶，哎，太简单了，哦，明雄，你这样鬼鬼祟祟是对的，因为你后面有会偷看的答案，要小心，后面有鬼，后面有两只大鬼，这个应该送分了啦，好的，知道。全场的女生请起立，是的，是吗？女生拿着您的麦，好不好？一起来演唱这一首女生的国歌，好不好 ？Music。后来，我总想学会和平如何相处，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没想到答得好以外，歌也唱得很棒。阿咪老师给强强 solo 一下，来副歌副歌，哎，后来副歌来来呗，起唱主力点喽。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唱什么？请出题。一个人又怎么翻山越岭？最近很红啊！哦。当我已经快喘不过气。也是电视剧的主题曲。哎呦，谁唱的？维里安。啊，维里安的歌，应该副歌大家就会知道了。KKBOX 年度风云歌手，首页是在百大排行榜里面。大家很爱听的一首歌。来哦，三、二、一，举牌。因为是你，哦，如果可以，来来转过来，如果可以是月老，好，一起来看看正确解答，叫做因为是你，哇，厉害了，你那明雄会唱吗？那我说，哎，这个我还不太熟，不太熟，有追剧了，来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因为是你。不好唱。Just stay.
题曲《因为是你给我勇气继续前进》。OK， 一起来欣赏下一首歌曲，没有在。黑夜来的无声，爱情散的无痕，刻骨的风卷。清醒的情冷吹去多年情分只剩我一人，熟悉但是这是谁唱的？阿妹跟张雨生。张雨生，张雨生，对，张雨生，对，哦哦，那是阿密斯这题会答的吧？好，写好了吗？三二一，举牌，来，请亮亮板。哦，是这首啊！我最深爱的人伤我最深，确实最深爱的人伤我确实最深。你那那那那那时刻，一起唱。轻轻握手，心门留下片刻温存，是他还有来生，我爱的依然最真。我最深爱的人伤我确实最深。悄然无助的时刻，点亮一盏灯，温暖我无畏青春，能紧握所有无缘的认真。哎呦，经典啦，这个算经典歌曲啦，真的真的，哦，厉害厉害，来，收录于两伊战争啊 ，OK， 张雨生跟张惠妹哈，哦，两伊战争，两伊战争，不错，这还都是有一些创意在里面啊。下面一道题目，请出题 ，Go。动情时刻，最美啊，这个不会抓去的，真的啦，不行啦，这一定要会啦。不累，太多的爱怕泡醉，注意共鸣，没人疼爱再美的。男女对唱起来哦，来 ，Let's go！ 今天的男士、女士，继续。我会送你红色玫瑰，别拿一些眼泪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些。这一首还有《广岛之恋》，这个都是男女对唱的歌啊，必唱的歌。没想到一首歌顶出来干掉了全部，也没有，还有新不了情啊？有没有想跟原唱人合唱一下《屋顶》的意思啊？啊？哎呦，强强有没有想要唱？阿明老师麻烦一下，来要表演。哎呦，哎，要要要一边 turn 一边 turn turn。屋顶适合 twerk 吗？哎，我好垮，我好垮，怪怪怪怪，他 twerk 什么都要哥了，你别动了。我悄悄关上门，带着希望上去，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忍不住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就能够同样的默契。好像杀人了。天线路变深，变成爱你的形状。在屋顶唱着你的歌，我爱的人。两个戏天最沉醉了，晚的夜晚，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爱开始就结。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爱开始纠结，梦有你而美。我也蛮后悔找人来唱这首歌。啊，谢谢，请坐，请坐。哎，吓死了，吓死了。
这个歌也夜晚真的会怕。对对，刚听他在跟他合唱哦，有一种那个举光日的感觉，心惊胆跳。举光日，举光日，举光日哦。下面小题目，请出题。看成长的痕迹，包裹我生命，篆刻我的掌印。明白，明白。梁成林的，没错，清风写的词，对吗？这也算蛮经典的哦。对，清风写的，真的假的？哇，在那个阿里山那一带会比较常看到。对对对，他会有一种说法，女人看皱纹呐，没啦没啦，树木看。看树皮啦，但是女人好像跟树木其实它也可以相通，接近的，来接近。好，来先看看你们答案，一二三，来先来看看你的年轮，转转转，年轮说，转转转，真的，转转转是什么歌啊？转转转是这个吧？古龙啊，转吧，转吧，看到一个轮胎的轮，对啊，偷看别人的，我们一个轮，然后就写成转转转了。哦，正确解答，年轮说是。二是血游戏，三是青春无语，四是狂笑遇见你，了解这个你，沉迷这个你，世界这题，在其实是世纪末夜里，百事化了你，坚持挣扎梦醒，万事皆心离开你，经历这个你，活着这个我，细数自己。好的，下面一道题目，请出题。是不是小章鱼出现？有小章鱼，小章鱼要来了吧？小章鱼，哎呦，太红了这个歌！来，阿米莎拉斯发疯了哟，部落神曲哟，没错没错，部落神曲来，跳起来，动动动，来了。来了，副歌集，一起来演唱这一首《爱情条约》啊！爱情条约，我也以为是没关系，是没关系，爱情条约，来来唱来唱来。当然他碎碎念碎碎抱怨，求得他一颗心，会唱吗？是谁去深深陷，飘飘欲仙，爱可以永被拆毁。关于那爱情条约三四五六七。恰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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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八点挡火啦，还有个阿密斯的，都是四分哦。好，加油！下面找题目，请出题 ，Go。哎呦，我太富有，因为爱满足了所有，生命中每个漏洞，你都用真心不缝。Right now。就从这一刻，我要拥你在怀中。应该是他的歌，阿拉斯有答案哦。很熟哎，不错，很熟很熟。你唱一首专属的情歌。歌来了啦！哎，好，请亮正杰。这首歌应该是蛮高的哦。好，来来，大家看，来林志炫的歌，来，请翻版。好，这是什么？离开你。离开你哦，那个是逃出去。他说离开你，但他说没离开过。好，没离开过，正确答案没离开过 ，music。好。我从你快乐的生活，却错过转弯的路口，蓦然回首。你在我左右。
天刚好明琼老师在啊，请他教我们一下高音怎么上去。怎么冲高音？高音没错，高音对对，带我音。其实高音是用丹田，丹田，丹田在哪里？丹田大家在这，三根手指头下面，手指这个地方，对，肚脐眼下面三根，对对对，肚脐眼，横的了，横的了，没有啊，横的了，没有了，横的没有没有，那个是直的，横的了，不是重的了，直的你就是 Michael 喽，帮忙洗。高音上去了，对。是死了都要爱，哎，老师麻烦一下，死了都要爱，哎，有哎，漂亮，超屌，来麻烦再半音，阿明老师，好可怕，死了都要爱，哎，有哎。而且他不是用假音呢，我想挑战，真的真的，来来，我挑战，来，亲戚弟，好好来，半音班，自告奋勇，死了都要爱，不淋漓尽致不痛快。OK， 哎，他唱的比你好，来哦，人家是演员，你也是，你要挑战，小张宇，他声音很高，他声音很高，谁？好，学府学府挑战，推来推去，好，半音，死了，怎么打？好烂！张老师，张老师，加油！张老师，阿米老师，死了都要爱。哎，阿贝啊，我也完了。你的 key 不对，后来人只要愿意认真，这就不错了，好不好？让您看高音界的极致，好吧？强强，哦哦，哎呦，强中之强，一个 key 来了，死了都要爱，不离尽致不痛快。我这是沧桑的唱法哦，很好很好。陈千文来，你的机会来了，没有了，我想听你的。死了都要爱，不淋漓尽致不痛快。恭喜今天呢，冠军就是陈千文。谢谢大家，谢谢。好，应该再挑战自己，现在你已经第一名了。好，再半音。好，半音来，阿明老师。OK， 而且手一抖，已经进入到假音的那个位置，对，真假音快要那个了。对了，对啊，因为他们说唱 rocker， 其实就是小嗓，小嗓长在这里，就他真假音转换的地方。哎呦，你看有没有？那个是有什么？有什么？你是不爽的？来，阿米老师给一个半音，来，再来，明雄，哇，还要再试。尖叫鸡快出来了！尖叫鸡要来了！这个是紧绷的，你竟然唱出娃娃音！我刚以为是蔡圭姐来了呢。Oh no！ 下面一题，请出题歌词哦。万里风霜，我最妖娇。太简单了，妖娇！我的歌，太简单了。三二一。来，叫做翻版，好，全体同仁一起来演唱这首妖娇主唱 Go Mute， 来出来唱，强出来唱。
过瘾过瘾啊！哎，突然很想要警察临检，不好意思。刚刚刚两个在这里演唱有没有？对，很像丑小鸭，有没有？两只。哎，妈祖婆在偷地公啊！偷地公。哦，不错不错不错。好，下面一道题目，请出题。Go。曾经炙热过的梦，已化成灰。终于再没有什么能被夺走。正确解答，请看，永远不在。哦，很厉害，这做工的人的主题曲。明晓都看很多剧耶。我朋友的歌，我兄弟的歌，有啊，那一定的啊，必须的。五月二十八在高雄哦，演唱会，演唱会有啊，动力火车嘛，对对，高雄巨蛋。五二八哦，巨蛋。哎，我刚跟那个梁静茹，梁静茹去当他的高雄的嘉宾，屋顶嘛，心里面很感动。哎呦，对，开四面台，一下来，然后那个台子它升起来的，我那个台子很小，它的对面它也升起来，两个人对唱，结果我是唱在。在屋顶，你下半身在干嘛？你下半身在干嘛？为什么要抖顶和我？他那个整个台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难怪你那个抖音。抖音啊，抖音，抖音，对，抖音。好俏皮哦！哦，所以那舞台上瞬息万变，对对，台上也要小心，很多人在舞台的受伤，受伤，对呀。灯一关，然后你眼睛就盲了，就掉下去。对，要特别注意。那个看太多嘛，那个麦克要啊，哇哦，跳起来，然后唰，直接就不见。对呀，很多艺人呢，其实是踩空了。对，陈奕迅也是撞到啊，对他蛋撞到蛋蛋，对左蛋左蛋，当当砸一下。他是那个 monitor， 然后脚要跨在那，然后突突。哎呀 ！Oh my god！ 破案很重要嘞。好，下面一题，请出题。哎呦，我靠！这个眼睛也很多人翻唱。对对对对。最近苏打绿的专辑也有翻唱这首歌，然后林依也有翻唱这首歌。然后我主持的音乐万岁也有唱这首歌。好，好，亮出答案，一二三。要求，要求，没有在。这首歌原来是以琳唱，对对，以琳的。然后小安唱，把比较多人知道是小安的版本。小安的版本，对对。然后最近那个女生，那个林怡唱《欧阿米传》，那女生有唱，她也唱。然后苏打绿有翻唱，哎呦，原来是以琳姐的。所以你看了有很多该红而没有红的歌，这个歌在以琳发片的时候。我们好像听过，但是好像又没有到达某一个位置。因为以琳姐都是闽南语歌嘛。哦，对对对，那 cover 有一个大的重点，这个歌人家 cover 它代表它一定是好听的歌。对。但是 cover 它的人是写这首歌的人，对，他拿回去唱。哦，拿回来自己唱。小安老师原本原创。小安啊，小安。哎，有这样的案例还蛮多的哈。多的。一起加油，好吧？下面一道题目，请出题。夜风已冷。像前尘如梦，台歌，台歌，台歌，台正相看，相识不相逢，难舍心痛，难舍情意如风。有听过，但不知道歌名。应该就是那一首歌迷出来哦，一定知道。副歌就是歌名嘛，是不是？哦，对不对？对对。好，一起亮答案，一二三，谬在。早已为你种下九百九十九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九百九十。
十九朵玫瑰，花到凋谢任你憔悴，千梦万事易碎，花事湮灭。小朋友就没听过了，好经典，听过但不知道。经典，这个歌在流行的时候，你人在哪里？我发片了吗？还没，还是念书吧？应该还在，好像还在念书。还念书啊？你是读护校吗？护专。哎，工作很辛苦，对，辛苦哦。这医护人员，你要哎，我们人好好，他要照顾生病的人，对啊，对啊，而且生病的人跟家属都有情绪，对，都会有一些，对，太伟大的工作，好吧？下面一道题目，请出题，接唱题哦。哎呦。十几个人关在 KTV， 接唱了，要举板板抢，唱着青春随风远去的回忆，说这年头还有什么让我们动心？男人歌唱给谁来听？下一首好，来来来，两位，来先不要唱。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陈奕迅那首歌唱得他自己，男人歌唱给谁来听？到底这么多吗？到底几个字？太厉害了。我忘记了，你的来来，说缓慢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不止对以外，他还用军歌来阐述这个男人歌，恭喜答对。好的，男人 KTV， 接着下来我们准备要进入决战的部分了。下面一道题目，请出题 ，Go。我永远都愿意当个听众，安慰你的痛，保护着你从始至终。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加油，最后三题了哦。的手来，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好，一二三，三人游啊！哎呦，哎呀，可惜可惜，帮到你了，对对对，也很想接 love song 哦，对 ，love song， 哎呦，三人游 love song， 难得你们不会方大同的歌，对不对？对，好，厉害，一起来演唱三人游，没有在。我会在这一人游两人就三人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好的，好，恭喜大家，现在我们把分数一起来看看目前最高分还是波罗好声音哦，紧追在后也是另外一组波罗好声音哦，阿密斯哦，然后现在可强水母这一组跟强强娇娇这一组八分，有机会，还有机会，继续努力加油，这个不只是要拿到冠军，因为关系到卡拉轰天的一组哦，抢答两分哦，好不好？抢答两分，答错扣分哦，请出题 ，Go。有答案请答，就别再啰里啰嗦，唯唯诺诺，畏畏缩缩。来，姚琼，只有你会。Sister， 跟国宝的爱无赦，爱无赦，恭喜答对。厉害，厉害，厉害，跳起来。
关了，有没有看到我？哎，因为他们这个火力全开。哎，你以前是啦啦队嘛？对，对呀。这个一定会跳嘛？动感，然后要装那个亮亮的。对，爱无色，这个很红。那为什么弯下来这叫关落叶？不是，因为小时候谣传，十二点的时候你这样看过胯下，会看到你未来的老公。对啊，是看到老公，不是看到。张老师，你是糟糕，我看到你了。关落叶。恭喜，到你喽！接近了，接近了。下面一道题目，两分题，请抢答。Go。精心精心中反馈的对象，即使很平浪，两人碰度不如解放。哇哇哇！抢答，给答案了。天衣无缝，天衣无缝哦。这首歌哦，看得出来，你心里腿，你太喜欢，你太喜欢，看得出来，中音要常出来跟我们玩一玩啊！哎呀，可怕，不要都是年轻人，吓到了，熟女就算了，不要当个腐女啊！不要这样子，吓死！现在拿几杆？他喜欢打高尔夫球，对，我玩的不一样。哦，你玩的是什么？你玩的不一样啊？对，我玩的不一样。一根长长的，跟两对可爱的小球球，而且还可以一直要努力的找那个洞。对，熟女无极限。是呀，哦，下一道题目，请出题。Go。够呛吧，音乐那么冷清。美玲姐，让你慢慢扭一下，爸爸一起恰恰。什么歌？让你慢慢扭一下，让你慢慢扭一下。恭喜答对 ，Move 的，一起唱起来 ，Go。慢慢扭一下，爸爸一起恰恰，跳的人会发光，怎么不缺氧？嘿，让你慢慢扭一下，爸爸一起恰恰，让热力传染全场，一起大声唱。嘿，三题了，三题了。结束了，我们今天的总冠军的罗美玲民雄，恭喜获得晋级外，还可以得到卡拉轰天雷一组，两组还各一组，然后入围的还有强强幺幺也入围了，还有卡拉十二一组，争夺奖金了，谢谢他们，谢谢。我会送你红色玫瑰，里面那一些眼泪相对。这个都是男女对唱的歌啊，必唱的歌。没想到一首歌底出来干掉了全部。也没有，还有新不了情啊。在屋顶唱着你的歌。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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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音怎么上去？用丹田，丹田是这个音，回对了，回对了，是的，你就是 Michael 喽，好好吃。哎，高音上去了。一下音乐，我就知道是哪一首歌。今天呢是各领域
的猜歌专场总决赛，你在你那个领域很厉害，哇靠！啊，你有办法猜歌，也把钱都拿回去。那哇靠，你拿来看啊，猜猜看啊！来来来，你哇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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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艺人陈汉典，我也是自来水杯舞蹈大赛的亚军，我会唱歌，我会模仿，我会主持。今天呢，我陪你在跨领域界的猜歌王，一起来抢奖金。当然，当然，观众朋友，你也可以来抢奖金，只要扫描我们的 QR code， 一样可以来答题抢奖金哟。哎呦，厉害！来，一起来欢迎晋级的三组参赛者进场。首先，第一组，让我们欢迎来自部落的好声音罗美玲、美玲姐，还有明雄大哥，两位部落其他的分数也是三分哦。接下来要欢迎的是第二组，由我们的北强强以及南瑶瑶他们累积的分数来到了十二分。第三组欢迎阿拉士、阿梅士，有九分呢。今天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拿下我们巨额的奖金，我们奖金的取得就靠你们有没有能耐咯。领域挑战赛来，分数最高的是哎，哇，来来三分了，直接猜猜，要跑你们开始，这个重责大任就交给你哦。你们这个答对两分，好沉哦，答错我们要扣一分，是哦，其他组就可以抢答，可以再拿一分，有扣分的，要乱扎还是逆时针？随便随便，上面那就随机了，听天由命喽，主编来安排。过头。舞曲，这两个刚好是舞曲很困难的，请出题。太恐怖了吧！陆哥喽，来喽！嘿，好 ，Nobody but you， 哈哈，龙马里龙雕花把酒，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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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Nobody， 就 Nobody 而已。真的吗？没有 but you， Nobody 没有，没有，没有 but you， 没有 but you， Nobody， 恭喜获得两分。好，我们让你们吃彩。嘿，结果是原住民。哦，水哦，可以吗？这都红的，这都红的。请出题。这么简单，你的好朋友，对，我的好朋友。结果，哎，他们这一组舞曲很强，结果这个就不行。结果选秀好可怕了，天，很卷到吗？好，哎，不要提示，不要提示，不能提示，好，变了，变了，好，你提示就是对自己不利。对呀，怎么可能提示他们？我呀，天，怎么没听过？真的没听过，没听过是吧？好，放弃两组，请抢答。好，来。许杰辉，两个人聊天，怎么在聊天？明明是秀琴抢答的啊！对，秀琴。阿米斯，梁文音的三个愿望，答对了。来，一起来演唱三个愿望 ，Muse。不要再聊天了。送我三个愿望。会啊，这没答出来。啊，你还摇摇，你还会。第二个希望我能更懂体谅。体内刚，体内刚，体内刚，要修嘞，体内刚了。哦，家里有这两口人，那很重哈。扣一分，好吧？那你这边另外加一分。恭喜，还没比赛就加一分了。来，请掷骰，抛高高，一二三。哦，五十，来来来来来，还有还有呢，还有。哎，舞曲这个难，舞曲你们怕吗？还好吧。你们最喜欢的可以可以可以，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搞不好有舞棍啊，杯啊。六彩。望这世间分秒滴，消失在眼前，等待你的出现。
爱是我心的态吗？太过的明显，谁都会看我一眼。郭富城的歌，好 sexy 呀！付钱，你赶快付钱！钱！天哪！走进我的世界，什么歌？我的手改变了一切，都无法拒绝。怎么样？拒绝。好，继续唱，好像跟阳光约会吧，三八三八，跟阳光约会吧，三八三八，不要自毁长城哦，三，二 ，pass， 好了 pass， 一，秦抢答有没有？哎，这蛮难的哎，秦抢答，这不是我们年代郭富城的歌，好，我知道，你知道郭富城 ，OK， 我们这边提示来了，三组都可以抢答，好，好。是一分哦，好，这现在就不扣分了啊。来，你来提示我。我说郭，我跟你讲，郭好像你很熟。对呀，你好像很。我知道，我知道答案了。郭富城知道。郭富城，而且他这个歌他有这个舞步。哎呦，椎间盘突出。对，这是什么？髋关节吧？那是胯下仰吧？没有。习祥言，好了好了，好了向前跑，提示一下，真的不知道，四个字，来，狂野之城，恭喜得一分，狂野之城，打错，不是吧？我记得不是狂野，他了，狂野之城二 B， 我心狂野，恭喜得分，副歌就是我心狂野嘛，六分。有，吸烟的歌，吸烟地的歌。好，现在罗美玲民选16分了，哇，好厉害耶！幺幺跟强强11分，我胃好痛哦。好，阿拉斯阿密斯9分，好，再来轮到你们了。今天好用啊！电影戏剧，哎，可以，你看很多电影戏剧，好吧？来，请出题 ，Let's go。还可以想着下去，相依为命，决定天由命。还可以心有灵犀，动魄惊心，只能以抗拒流星的宿命。哎，你看，命运哪一个电影？《兰陵王》吧，主题曲是吗？电命电视的，恭喜答对。家乡，来，唱一下，好强哦！我属于你的注定，不属于我的命运。不要命，不要清醒，还有梦能紧紧绑着你。爱写出我的诗经，算不出我的命运。你给我的命，下一辈子再还你。更加幺幺强强一抛高高，加油！五曲强项，接力上台了，有机会了。幺幺的五曲那还用讲吗？来，答对，答对，请出题。男神弯弓射雕六块鸡排，比钱更重要的是人鱼线。好，手好，来幺幺。对 ，play 我配。我配，配我配 ，Muse 一起来演唱，恭喜得奖！叫我配，管你是小星星是中中，我配，管你是哪一类加重，我配，我配，都配，都配。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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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得分就算了，
人家还表演，对，整首都会跳，这样的 MV 还我有在里面呢。结了婚以后，火力全开，小孩一生什么都来，真堪称地表最三八妈妈。喂，这个是好的开，这个是好的开口吗？加油加油加油！美玲，謝謝，有没有看到人家生完小孩是这种身材？好，好吧，你下次也要不同路线，等一下也出来跳一首，对不对？对，我陪那个练一下出来。轮到你们了，你请掷骰，一二三，好远。网红，网红，网红，最难真的吗？可是网红这个等于有一点盲猜了。对，好，请出题，共太多了。多么可笑的心事啊啊 ！OK， 哎呀，就我应该有机会。是简单啊，常常听啊。谁能动物吗？是动物吗？动物吗？阿美师的表情，你怎么想到动物去了？是动物啊，没错啊。OK， 可以了。记住你的样子，你的样子。飞鸟和蝉，哈？像鱼，像鱼，像鱼，不是飞鸟和蝉吗？唱出来了，给你，给你，给你，大雨，气。像鱼，像鱼吗？像鱼，歌名叫像鱼，像鱼，确定吗？像鱼，有没有一面？好，一面像鱼。给你提示，像鱼还是刘邦？哎，张飞，张飞，对，项羽，恭喜答对。抖音歌嘛，知名度来讲，飞鸟和蝉是比它更高的，哦，那点阅率都超过几千万以上的，哦，恭喜得到两分，哎，接下来轮到你们了，美玲、明雄，哎，哎，哎，电影戏又选到自己，对啊，都选到自己，好，可以，好，请出题。或许这就是注定，注定失败的结局。哦，这个声音很熟啊，成熟带来的孤寂如滚水在心中蔓延。我都在想说这首歌它的录音模式，哎呦，对，它应该用最新的电脑录音器材去录 acoustic 传统的声音。算了，讲太专业你不会聊，我们真的听不懂，我们真的听不懂。我跟阿咪老师在聊天，所以它的效果最新的剧嘛，因为那个电脑系统就所谓的 digital， 用 digital 去录哦，它的厚度是不够的，所以传统是用那个金属母带 analog， 对，那种录起来的厚度才会够，所以电脑的系统组织并不适合去录这种 acoustic 的东西，所以开始给年轻人、给年轻朋友一些参考了。你们试试看，搞不好你们可以做得很好，我也说不定。我那一张唱片是没有做 mastering 的，那一张唱片销售高达30几万张，叫做《我会想你》，没有 mastering。谁说唱片一定要 mastering？ 要吗？可以接受。那你直接就抢答了，因为你们不会嘛，好，不会。好，我给你一个提示，是一分哦，通通不扣分。这个剧没有看过。三个人的团体，然后这个剧最近要播第三季了，对啦，的主题曲。告五人了，太新了吧？要播第三季了啦，那就成记组了嘛。然后他们在风云榜上面也有唱这首歌，哎，对，请告诉我们正解。四个字，好不容易，阿娘，哎，这个真的好不容易，好不容易耶，真的好不容易，太不容易了，华灯初上哎，从今天开始就知道了，好，恭喜，扣一分，哎，你们这边，请掷骰，一二三，很高哦。听天由命，好，等于盲盲猜到了，想知道，听天由命，知道了哈，不知道，听天由命了。好，阿米老师，你真的是听天由命，听天由命，很 free 哦，很 free 哦，好，听天由命哦。哎呦，两只小猫，两只老猫。
来再来。啊！答对！好了好了，啊，老师有了啦，有了啦，老师不要再弹了。有点明显了，有了吗？你们怎么听得出来啊？我刮不？娇娇跟强强什么歌？很红的。放弃呀！当爱情往事，不要那么爱，那么容易放弃。扣一分，请抢答。哎，来，叫做。他一定很爱你，他一定 mute， 一起来演唱。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有那一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比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爱自己，为难着你。那么好，注意哦，他们现在十七哦。哎，这边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哎，对对对，冬天的时候啊，这首歌了，哎，冬天要开那个要开车子之前要先敲一下引擎盖，因为怕猫咪会躲在下面。对对对。然后，但是你平常出门的时候也要敲一下引擎盖，因为这种天气，因为有时候会怕阿杜躲在下面。我应该在车里，不应该在车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好，好嘞，请掷骰，一二三，远，哎，差一点远，差一点，听天由命，听天由命，请出题。Don't stop, don't stop, keep jump, don't stop, everybody jump. Don't stop, don't stop, keep jump. I miss. 不要停，不要停，一跳，不要停 ，everybody。叫是什么歌？对啊，怎么样？叫 Everybody，你好会翻叫，不要听五月天的，哎，五月天的叫，等一下，等一下，五月天什么歌？叫噔噔噔噔噔啦啦啦啦啦啦啦，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恭喜答错，哎，哎，来，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好，请抢答，哎，还是 L Boys 的跳。跳，答错，好，没有人答对，该不会？正确歌名是。啊！扣一分，好吧，轮到了，扣一二三，哎呦，主力保佑，来了，哎呦，电影戏，他们一直投的，对啊，电影戏剧，请出题，来。胸口浮现你的脸容，也许我们当时年纪真的太小，从那懵懵懂懂走进各自天空。那是什么让彼此选择，又不仅是尊重。是啊，哦哦，要扣分了哦，所以就你们就有机会喽。副歌快到副歌了，一副歌，副歌就不会放副歌，副歌后面就有歌名了。对，有歌名，对啊。副歌的第二句是歌名。好，好，请抢答，来幺幺。哇，好厉害！不能握的手。哈？哎，不对，是，那是第一句。扣分。匿名的朋友。对啦。匿名的朋友。是吧？匿名的好友。匿名的好友。恭喜。一起来唱。分数我们看一下，哦，12、12、16，哇，他们是最高的，还是有一个差距哦，差四分。来，轮到你们，哎，请掷骰，小强加油。好，歌唱选秀，选秀，请出题。最弱哎，命运的安排。只因为我不想打扰啊，只因为怕你解释不了，只因为现在。强强会唱啊，对啊。他比我还重
街角的祝福，恭喜答对。再拿下来，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好厉害！好，来阿密斯，好险！来来来，歌唱选秀继续，请出题。阿秋，阿秋王，对，有唱。阿秋，阿秋，阿秋，阿秋。露露之前也有模仿过，对。乐团吗？乐团，对呀，是乐团吧？不是乐团啦。哎，我会曾经是，对呀，曾经，但他自己跳出来，风格很强烈，拿过三金，拿过三金。阿翔，乱弹阿翔，嗯。我们是要猜歌名，不是猜人，就是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最近他是因为在森林之王有唱这个歌，跟我们的选手合作。啊，忧愁，好，忧愁，恭喜答错。请抢答！我也很想猜，我也很想猜，我也想猜忧愁啊。歌名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人就是你要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这个还在不在？对，哎，这个良心，这个还在不在？良心，良心。哦，我懂了，他问这我就有答案了。有上过用圈，良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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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对，等一下。哦，要You say that blue is your favorite color. 哇，简单哦！这很简单吧？这很简单，我知道了。You say that blue is your favorite color. Blue is your favorite color. Yeah, you say the blue is your favorite color. 这种时候看隔壁的嘴脸，真的讨厌。首先你们要先把它翻出来，你看四个有没有？张开，你看，对，他们都会。出来了，已经出来了，看到头了，姐看到头了，看到头了，姐。Blue， 我知道你最喜欢颜色。看到身体，看到身体。四位把手先放，先放。好烦啊！要听到那个，你知道就是我跟你讲，四个人我用淘汰的，如果没有听到抢答那个答字出来，然后你就举就淘汰。来啊，请抢劫！淘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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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汰。很热。好，很简单，抢亲，抢答，幺幺，怎么了？怎么了？恭喜答对！哎，他们会追过啦，他们会追过，追过了，追过了。好，轮到幺幺跟强强来请吃饭。哦，他一来一往，主持听天由命，这个好玩，这个好玩，请出题，有趣，没关系啦，会赢了。我愿像那红红的山，太阳下，哎，你有没有到部落？我愿像那亭亭的风姿，摇曳在春风中。我愿像那高贵的七成熟。好讨厌的嘴脸。我愿大家，完了，我要抢下来他。好，二，来，还有，好，主曲，主曲。啊，这个我很会，我两首。几度相思，几度愁。哦，这个也很红呐。说也含羞，哦，诉也含羞。望断天涯，何时休？第一首是嘿嘿可嘿可爱的玫瑰花。好，第二首是白丝白鸽白。白露丝，白白鸽，白鸽，嗯，答错，白鸽，两队，请抢答。哎，谁先？熊哥先。可爱的玫瑰花，还有另外一首《却上心头》哦，恭喜答对，啊，追过啦。好，所以我们能够出现拿奖金的，就是我们罗美玲、明琼，16分，恭喜他们。才能做选择，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 party 玩过这个吗？
这样很好玩。有有有 有，我选 C。嘿，你遇到转弯一定要转弯，遇到这个就要转弯，转弯过来这边，转弯就转弯，转弯就转弯，啊，转弯就转弯，啊，转弯就转弯，啊，转弯转弯，又转弯，啊，又转弯，你就得到上面每一个它都有不一样的金额，有四个金额，有四个金额，实体啊，对，四个，对对对对，面都不一样，每一条路都有实体，我们有3万、2万、1万5千，对对对，哇，好，就那么简单喽，好不好？来，我们现在直接就来，选择。一般女生呢，比如选 A B C D， 她会依照罩杯。哎，像露露的话，她应该就会选。哎，不一定哦。好，看看时间，看时间不够用哦。露露是 A B C D E 哦。对哦。还有一呀 ，Empty。完全空掉。白兔想去哪里？哥想去哪里的时候，那一定是 D 啊。哦。对对对对对。随便你啊。去了去了去 D 了。那就低吧，去低吧，低吧，好，两人确定选择低，从这边出发，第一道题目，请出题。我的爱也就没变，连我自己都对我钦佩。对唱。有的是很多资源。是很多时间。嗯哼 ，color 颜色。哎呦，颜色，颜色吧，颜色，颜色。Blue is your favorite color 。不要再讲那题啦。你看了、哦、总共十题，是十题答出来之后，你如果奖金出来是五万，五万的话，哎，啊，你们总共答对了八题，八题就是打八折，打八折，五八，十分之八嘛，对，打的折数四乘以十万，哎，我知道，我知道，我也知道答案了，知道，知道。没关系，真的没关系，说甜言蜜语，说谎，哦，哎呦，恭喜，答错，好，你没有答案吗？有，什么？浪费啊，真的浪费啊，浪费啊，浪费。林宥嘉的歌来，没有在唱给他们，顺便给他们两个。你也不用对我惭愧。两位部落长老，也许我根本喜欢被你浪费。好了，不要浪费，不要浪费。就算我再去努力爱上谁。文字美玲有感觉吗？跟你再努力下去，我以后再努力去爱谁也是白费，不如现在永远就跟你一直耗下去，还来得快乐，对不对？哎呦，婚姻里面你的角度，这么直接这样问啊？宪哥，你这般年纪有这样的感觉吗？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遇到一个人，我好像很爱你。但是我跟你之间不断有争执，哎，有问题，我是要耗下去好呢，还是我去另外再找？如果以你的个性的话，像明雄就另外再找一个嘛，对，又找到一个哦，更上一层楼的春天，很棒。对呀，这歌写的还不错，你把这歌词好。下面一题，现在到第三题，好，请出题。转弯。如何证明我深情的爱？你会晓吧？才能呵护你脆弱的灵魂。来，直接唱。我愿用生命阻挡任何能伤害你的人。歌词给他。就算被冷落，就算犯错，我都不走。对我相信我，别再闪躲。我愿陪你直到最后，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至少我尽力而为，相信我。男人永远是吃软的，不该让女人流泪，不吃硬的，绝对对，好不好？女人是吃硬的，不吃软的。对啊，哎，这个也是硬道理，对。女生在我面前掉眼泪。
我就认输了。那如果他一直跟你吵，一直怎么啦？对呀，因为阳刚阴柔，男人本来就是刚嘛，你要跟他来硬的，那反正就是那真的不行，不能来硬的。跟老公相处怎么样？感觉他是很有问题，示弱的那个，他婚姻是有很多问题吗？示弱，讲很好，你干嘛？我当然真的很好，关心了，关心了。对呀，对呀，好，男人最近怎么了吗？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那请问女人不该让男人太累？哎，真的啦。好，下面一道题目，第六，前进，请出题。如果这天地，好好听哦，最终会消失，喜欢。不想一路走来真心的回忆，好喜欢这首歌，好喜欢啊！哎呦。没有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孟王位忽然之间，忽然之间，对呀、啊，你看两个人都琴瑟和鸣，不管转弯，到恭喜转弯 ，Number Five， 第五题，请出题。我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绿洲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我想知道的，那是歌名是什么呢？这歌名其实蛮浪漫的、哦，而且很直接，很直接。要在后面，你刚刚那个，我相信是接 bridge， 要在我后面。有概念了，有概念了，有概念。有概念，哎，结构蛮好的，你唱下去。哎，你们要给帮忙给钱吗？一直提示。啊，对不起，干什么？对，哎，钱是我们付的呢。还在提示。不起了。怎么了？没没有。给答案，给答案，给答案，哎，干什么？啊，唱熟了，婚礼会听得到的。三。二一，请抢答。站这么高，什么歌？就是爱你，就是爱你，就是爱你，是不是很傲？是不是很傲？你不离不离，好生气啊！不在意一路有多少风雨，就是爱你，爱着你。我刚刚想说，我忘记歌名是什么，跟汉典确认一下，所以就他跟我说就是爱你，吓死我了！吓我一跳！我想说没有必要录影的时候告白吧？神经病啊！吓到！小吓到，小吓到！小时候录八年也是有感情的呢。整个疯掉嘛，就是爱你，是用情之深嘛。好，来来，神经病，神经病，要，转弯啦，笑呀。第八就是爱你，第八，就是爱你。来，哎，现在只答对两题了，请出题。想想心正在起伏，我们不再执着爱恋，再坚守过了以后。我离开你很远，自以为是的从容，不想你把心放空。我们知道祈祷的痛苦吗？却忘了旅行终究得回头。我在。好，谢谢，谢谢，切割，我们切割了。对，你试着身体 wave 就有答案了。我试着心把心放空。好，一起来演唱 Music， 正确解答是地球夜。地球夜，没有你的我，终于开始感到寂寞。过去这期间，我的无所谓，全都是谎言。过了地球夜，我想有一天。
破题了。好，五题现在只答对两题，来，就是转弯，好惨哦，我这样转弯，转，这里要转，对对，就转弯，转到第七。他们选到这边的这个歌手完全不知道，不熟。低潮这边很难呢，很难。低潮是什么？这首歌你没有听过吗？真的，你也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正确答案我们看一下，叫做哦，米先生，米先生，米先生，很特别啊，米先生，这难度比较高。对，真的不是每个人都 hold 得住，对，真的好难哦， hold 不住， hold 不住， hold 不住，太满了，对，hold 不住了，低真的不是硬挤来的，真的，没有办法，真材实料。来，这边再转弯，第十五道题目，请出题。好，大嘴巴的歌，下一句就唱出来。对，娇娇告诉他们什么歌？我不知道。差一点是大嘴巴的吧？一九吗？大嘴巴什么？一九。我以为是羞羞脸。知道谁唱的？好像一九，真的像的。一九。跳成这样，不好意思，转弯又挂了。不知道什么歌，不可能跳成这样，不知道真的。十六号题，请出题。16:27，马上正中出发。可以排位，我们这么欢乐，你们两位愁容满面。那你可以加入我们歌手呢？太久了，哎呀。跳也可以跳起来哦，如果你失落在这沉重的山崖，怎么去浏览和融化？切割了，好像我们在这里开 party， 那你们两位来抓孩子回家，抓孩子回家，哎。来摇摇什么的，甩吧甩吧，正确答案甩吧甩吧，甩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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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起来 go， 都甩了甩了，都甩了甩了，天空一片蔚蓝，把悲伤都甩了甩了，都甩开它了，不爱就无效。好的，到现在只答对两题。两位勤劳，我可以直接结束吗？太难了，我可以叫车回家吗？打叉打叉，还有二十，我要回部落养生，还有一题了，一题两题哈，好，第二加油，加油，加油，争取三折哈。最难的是爱着你，却不能爱你，握着你的手，却握不紧。新工，我们也不知道。好，正确解答是，我不是你该爱的那个人。哎呀，好惨的歌名，终极一般。对呀，难度很高。好，你们下次可以那个针对，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开一点，哎，随机老一点的吗？随机的。你选到这个啊，选到低潮去了。但是你也不要失望，如果19又答对。
那答对三题，然后这一看这个里面打开是十五万，十五万，十五万乘以三也四万五，对啊，往好的方向想嘛，这个趴数，年纪大的比较不好骗，请出题，还可以做回家呢哦，用钱的概念还不错了，是我的爱人，像百合花一样的青春，这个简单了吧？用你那淡淡的体温。情人，只有情人还是有什么？没有，就情人，情人没有衬衫哦，不是午夜情人，不是 1, 2, 3，情人，情人，我怎么能够忘记啊？这个可以。雨夜天被你歌声。情人给他们答对，要不然整集都没有看到优胜者的画面。终于最后露脸，最后露脸，优胜者是谁？你们如果选择这一个，哦，五千，所以少最少最少的，最少最少的，不高兴，所以所以你们的奖金额应该很高，三万了，三万了，两万，结果有了，你看五千、一万、两万，再来这个厉害了，我想这个很厉害，因为他们的题目都很难，所以金额应该会非常的三万，恭喜获得9000块钱的奖金。谢谢几位，我非常热烈的表演，让我们节目声色不少，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最高收视率，谢谢他们，谢谢，谢谢。